听见了无知的呼喊，俺们大体还差六个人的大气可以完成这轮福星挑战任务。打个眼来点滚点来点，点点压他出经验区就可以。你干哈呢？我就想问问你干哈呢？罪恶潜伏在各个角。人呢？辣美中单，对呀，辣美中单。他们将会进化。First blood。我们三级，他一级，三个兵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人没了。啊，出现了，不推啊。点点点滚点点，这啥意思啊？这一级要打四级啊，兄弟，那你是很勇敢啊。让他砸了，快跑啊！差点钱怎么办啊？差30块钱，稍微等一下子，等一下子吧，稍微等一波。等个小血瓶。Rampag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哦呦，五滴血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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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点点点。梦魇应该不能上了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落手吃不到兵。控线儿，控线儿，他现在没闪现，那梦魇想碰我也碰不着，他们没有控，没有控，没减速，减速碰不着我。我们有二速开，
哎呀，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色，除非是对面劫来了，这个劫会比较的烦人。好像战神了，战神也没用，点滚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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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，点，他把 Q 都用了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。四个塔皮，十九个兵，点点滚，点点点点滚，怕我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看见吗？有点气急败坏了。点点点点滚，点点一，呀，这能给我留死了？哎呦我操，这波给留死了。给我打死他，漂亮螳螂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为人玩的吧，确实不好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说我为人玩的到底有多好，我主要是给你看的这个扛他的样子，你知道吧？我主要是给你看看英雄之间扛他的样子，这是我的目的。点点滚，点点点点滚，点点滚，点开大招，点就你有几法，谢谢萌萌的陆毅，谢谢陆毅的飞机。还行吧，对吧？养波猪，正好我们猪年养个猪。猪太惨，被当成生肖还得让人给吃，太惨了这猪。我是牛爷，不是那个意思，知道吗？靠，单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维恩这个皮肤是猪年皮肤，顶上不是有两只猪吗？猪呢？猪没了。
小心点。梦魇确实是有点克我们啊，这梦魇这个英雄，我们唯一一个技能还打不到他，他有罩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不过他也就两分钟能来一趟，没关系。黑夜也会怕。Enemy double kill。他怎么跑那边去了？我让让你着急。点滚，点，点滚，点。Enemy rampage. Enemy double kill. 梦魇起来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啊。点滚。点点点点滚点点，我已经看到防御塔镀层要脱落了呀。也真他妈的快，这梦魇儿！哎呦我天！他这惩戒加上抠还有恐惧，我天哪！这移动速度妈的700多，我跑都跑不了。太恶心人了，这。我早点 E 他，他不有罩吗？我 E 他有什么用呢？我 E 罩上给他加攻速，完事就哎呀好 E， 是这样式的不？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哎呀！给我上墙，点点点滚点点点，我滚点，滚点点。回家了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小心点儿。还好我要出盾弓，这把我们家有个泰坦。嗯，这梦魇这玩意儿确实挺烦人。Shut down.
那落手干哈去了？那落手先把一血打完了。好像不太好上了。对，你去扫一下，看看他们打没打峡谷。来，可以打。滚上来，点，开大招，点点，好闪现，点点，滚，点点点点，过来追，疾跑开起来，滚，点，开视野死，点点点，滚。点点点点滚一点点八爪 Q， 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盾弓，我们今天不打死你，你看着呢，死不死啊？靠！那第三人都出来了，这都没死啊！烦死了，这梦魇怎么跑那么快呢？直接出复活甲倒不用，出个水银羊刀，再出个春哥。赶紧把这梦魇给我杀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对不起，人有点多。哎，把梦魇大给他打出来了。小炮干哈呢？给我杀了梦魇！救你！太可恶了！把下路拆了。就锤石一个人啊！滚点点点点点滚！我往的右边滚，为什么会勾到我？我没明白。哎，真的，我这个 Q 是往右边滚的。可能是因为我这个 Q 被小兵给打了，有碰撞体。到我了，疾跑开起来，大招开起来，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滚，点点点解恐惧呀，解快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Q
就当我们没解快。开始折磨，从今以后啊，算了，别从今以后，我想投就投，不想投我就不投，假装走，其实不演。啊，都点点点点滚点点滚点一点，你看这梦眼膈不膈应人？妈的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盾太克我了，我一共就一个技能能破盾。太恶心人了，破败也能，难干屁呀！看你像破败，不养刀。我们出羊刀春哥，没事，我死都死不了。没有视野，有视野就好打了，搞个草丛，小龙我拿吧，不用你们了，小龙我自己来。把羊刀出了，出完以后我们来个秒表，哎，我听见了，来个秒表。那泰坦为啥给我加个盾呢？这回就不怕了，恐惧吧，随便恐惧。你飞，你没等飞到我，我就盯，我盯完我就开大走，我看你怎么杀我。我们现在去下路勾引这个梦魇啊，勾引他。我自己搁下路，我们勾引他，让他飞我，你去团，你去团，我们勾引梦魇飞我们，勾引他啊。来，我不敢飞，点，好，可以上了，皮袍点，哎，我怎么把水银给摁了呢？滚点。
纯点点点，随便点点点点，滚，点叮。要我就不爱出英雄联盟的水银这件装备，我觉得水银就应该杀了，给我来个自动水银。人家那魔兽都有自动章跟那个手动章，你应该给我一点选择。